参加这个聚会啊，好像在这里我们做什么，实际上我是实在很得着激励，很得着鼓励。就我的印象，整个我们暑假的时间，从七月八月，现在九月开头，我们好像教会生活没有什么停过，没有停过活动的。那么当然弟兄姊妹，有的教会没有活动，家里面孩子放学了，暑假有的时候也要带着他们有点活动。所以我想在座没有一个是在那里在家里做老太爷到老大到现在很舒服，都是很多活动。来感谢主，从这样的聚会里，我们从那个祷告，从这个交通，感觉我们弟兄姊妹那个灵呢，还是这么喜乐，这么向着主，这么有高油。我实在觉得主和教会同在，实在觉得主喜悦他自己的教会。那刚刚弟兄又报告，等到二月还有这么一个华语特会，哇，那这活动更大了，要花莲要的500位，哇，这到了接待，又到那福音游行，那就更不晓得要马个什么情形。那你不要以为这个晚了以后就空下来了，没有这回事。当主耶稣再来那个时候，做新妇啊，要结婚的、啊。那个办喜事啊，全宇宙都要来办喜事，我看了更有的满了，感谢赞美主。主真是在教会里，他是这个流越过越宽广，越过越深厚，只要主在这里带领，我们就不怕任何什么。我们相信主要借着教会，在教会中荣耀他自己，也要叫我们满得着他的祝福。那么为着这一个这个日间班，马上这个后天就开学了，我就稍微说一点。我们知道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非常宝贝有各种的训练，各种的成全。那么有不同的这些训练的时候，我想我们按照名次这个等次啊来分的话，我们这个日间班可以是排在第三位。第一位就是两年的训练，青年的两年的训练。第二是壮年班，一年的训练。那我们这个日间班呢，这个4个月，并且呢它不是那个整个4个月，是一个礼拜只有半天，在这个等次上呢，已经是差了很多了。那这个性质上呢，也有一点不同，因为无论是青年班还是壮年班，他们的教育的体制啊，按照这个教育体制来说，就好像大学一个教育一样。那我们这个日间班的这一个训练呢，按体制来说，就像那个专科，像工专一样，工专的，它比较实用的、实干的，这个理论性的启示，开启真理的这个传输，在这一方面我们比较弱的。我们是在这里，要一面学一面干。那这一个现在慢慢的，我们在台湾呢，你读报纸就知道了。我们反而觉得这个专科的、工专的越来这个行情又提高了，因为这个一毕业啊，就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政府啊，有是以前新竹的什么什么这个名字的都记不清楚了，一些专科，他们的企业工厂呐、啊，都在那里要到我们那里去实习，然后实习呢就给一些的待遇，那个待遇，很低的待遇，所以比那个他用一个人呢、啊、还这个花的钱少，然后这么一用了以后就了解谁呀、啊、在那里
那个成绩非常好，很肯干的，很愿意学习的，而就给他定下了，你毕业就到我这里来做事。所以这些工专的这个教育啊，从另一面来说是非常的宝贝，非常的有用的。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啊，是不光是学以致用，并且即学即用。这个学以致用跟这个即学即用有什么不一样，你知道吧？学以致用就是一般的训练，我们都是有一种的观念，说现在给你训练，在这里，学好了以后毕业，哦，去干活去。那我们即学即用的，就是你一面学这个学啊，就在这里就做了，一面学一面做，这个学到哪里就做了哪里。所以像主耶稣刚刚提到，主耶稣带着门徒们，他们三年半不是光在那里看主耶稣在这里变神迹啊，在那里训练什么，主耶稣也打发他们两个两个出去，又七个出去，有各种的情况都要学了，一面学一面做。所以这个在这里我们这个日间班就是这个意思，要跟这个教会连起来了，连起来，教会在这里就来配合，或者说我们日间班里也配合这个教会里这个课程。两个大的事，一个这四个月参加的弟兄姊妹就是要学习更多的来传福音，更多的来喂养人，所以生养在这里要操练。那既然操练，在哪里生，在哪里养呢？就是在教会里养，教会就在这里合作配起来。然后第二，这个日间班里面非常的重，非常强，要加强这个生养的操练，真是要深入浅出。还不光是这样，并且呢，我们在这里言之有物，而不光是这样，并且扣人心弦。如果我们在这里这么一操练，到了主日，到了这个教会的聚会里面，每一次都是这样，又深入又能够浅出的，并且言之有物，不是讲空话，并且扣你的心弦。那这一个，这个讲的人就操练，就在这成才了。教会呢，一定是就蒙恩了，大家都要服下来说，神真在你们中间了。所以在这一个段的时间，教会跟这一个这个日间班里训练两个完全要配起来。到底谁为着谁也很难讲呢，两个必须配起来。一面学一面就实际在教会里来做，所以教会就有一种的环境，让他们呢带着我们，拱着我们一同来操练。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经过这四个月这一期啊，我们花莲教会在这一些点上，无论是生养啊，教还没有多，但是见就是生养呐、啊。这里新路的事情，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定跨一个大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盼望我们大家都接受这个负担。这里呀、啊，我们家里、我们的区里面、我们的会所里，有哪一些实际上应该可以参加日间班训练的，还要去拱一拱他们，拱一拱他们。我们这个报名啊不会截止的，也可以参加了，应该是还是可以的，更多的来。然后我们全教会在这里啊配合，一同在这里生养，然后生言，这个聚会提升了，主日聚会提升了。你说这个可能不可能这个达到一个非常宝贝荣耀的地步呢？我觉得这实在是能做得到。
所以弟兄姊妹，主在这里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安排带领啊，我们的心怀喜乐，愿主叫他自己得着荣耀，要把祝福赐给他的教会。那个时候我们大家一同来享受这个礼物啊，神赐给他的教会。我交通这里，我要谢谢你直到永远。